百货周年庆开打，卖的最好的恐怕是棉被哦，因为你看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，业者又推出买一送一的优惠，很多的这个品项呢，两天就被抢购一空了。暖乎乎的羊毛被，柜姐加快手脚整理，因为冬天就快到了，周年庆民众抢买冬被，业绩抢抢棍。那这一档活动的话，我们是做优惠1980，客人询问度非常好。看看这些羽绒被、羊毛被，各式床包组，不是下杀五折，就是买一送一，两天之内就卖出500件。另一间百货公司小羊毛被下杀1.3折，绒毛被也有1.9折，限量400件，一样两天就被抢购一空。已经卖了300条以上了。那销售量客人回客率也相当的多。各大百货公司周年庆开打，正值进入冬天之前，消费者瞄准冬天棉被优惠，买到就是赚到。还有保温杯也卖得很好，2个小时之内营业额就破60万。但是已经开始入秋，已经开始接近比较冷的一时段，所以说目前来说杯品卖得相当的好。虽然冬天还没到，但冬季商品已经卖得如火如荼，纷纷推出买一送一、下杀1到5折的优惠，让冬被成为百货周年庆的抢手商品。中央新闻王一潮、林俊文台中采访报道。